春天驾临伏羲山。这儿不是风景不错嘛，然后就过来了，还挺好的，意思啊。丰富的旅游资源带动当地百姓增收致富。周末或者节假日，在这人非常多。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到河南省新密市去看一看，美丽的春天如何带给百姓春天的财富。生财有道，致富从这里起步。各位好，我是韩东，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新密市。看，今天天好，太阳出来了，这个地方是游人如织啊，大家都到这个地方是踏青春游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家乡春天美。走吧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新密市位于郑州市的西南部，是黄帝文化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被誉为中国西黄文化之乡，旅游资源丰富。这里的大峡谷成为游客在新密的必到景点，传说这里是伏羲狩猎讲道的地方。咱现在呢就是在伏羲山，伏羲山原来是由于伏羲氏生存过的这个地方，所以说后期给他们命名为伏羲山。伏羲山，我们的大峡谷主要是以这个红石瀑布群，你可以看到整体呢这个红色的石头，尤其是在雨后，这个红石会显得格外的这个鲜亮。你可以往上看，那个叫做五彩石啊。这个五彩石呢，我们相传是这个女娲补天用的这个石头，但是从地质学上来讲，是因为当年由于这个的火山喷发，冷却之后形成这种的地质景观，但是我们当地人呢就是称之为是女娲补天的石头。我们这个大峡谷呢是因为离郑州很近，我们被誉为这个郑州的后花园。从郑州开车过来自驾的话，也就是将近40多分钟就可以开到，所以说咱郑州很多的这个市民，尤其是在这个近郊啊，都会选择到我们山里来爬爬山，呼吸下新鲜空气。伏羲大峡谷现在已经是距离郑州最近、落差最大的红石峡谷，沿谷口拾级而上，5公里长的栈道看不尽瀑潭相连，流水潺潺。游客行走在天然红石形成的长廊之下，徜徉在红山绿水之间，蜿蜒曲折，移步换景，让人流连忘返。我们来到伏羲山大峡谷的时候，正赶上春天出游最热闹的时候，很多企业都组织员工专程到这里来春游踏青。我们是从郑州，郑州漯河新乡过来的啊。这儿不是风景不错嘛，然后就过来了。实际感受呢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挺好的。游览的感觉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啊，挺好，啊，是啊，上进来啊，可以，不错，风景又美，风景又美啊。春天你们那个每年都出来吗？啊，每年都出来。春游是吧？啊，对，啊，哦，每年都春游啊。古老的传说和美丽的风光让游人流连忘返。每年的春天，大峡谷这个景区能给经营者带来多少收入呢？有人看好了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投入资金开发打造了伏羲山景区。李梦培从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，毅然回到家乡，与家人一起倾力打造伏羲山景区。春天大概我们的一天的接待量平均在5000到10000，然后周末的话每天都在10000以上。哦，那整个春季大概能收入多少钱？整个春季的话，我们大概能收入500到1000万。伏羲山景区的建立也带动了当地百姓致富，这些祖祖辈辈守着偏远大山的伏羲山居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。现在在景区售卖旅游纪念品和当地特色小吃的都是当地的村民，别看规模不大，一年下来这些小摊点给了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的机会。我们从过了春节16日以后，就是正月十五以后，这又开始上人了，就上人了。我们这个在我们这里说这个生意
这个整个这个景区的水是红火火的。而春天出门踏青赏花的游客也带火了伏羲山的农家乐。自从景区开业以来，农家乐的数量从原来的几家发展到100多家。每天中午在这里用餐的游客都是座无虚席。咱想着这以后这季节的人都可多，想着每周末平时想着天一热咱山一绿人就多。咱们这里能坐满吗？都平时都会坐满，平时中午都会坐满。能问一下透露一下这一个春季一个旅游季你们收入能有多少？这保密。新密的春天，山野菜最是鲜美，每到饭点，伏羲山脚下的农家乐就坐满了游人。不大的院子热闹非凡，张雪琴的田野农家乐已经经营了8年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即使不是周末生意也很好。那么张雪琴的生财之道是什么呢？首先是充分利用山上的野生资源，他家背后的山上每年春天生长的各种山野菜都是他最好的食材。跟小张我们两个人去准备山上采山野菜，他说中午他能弄一桌子全部都是山野菜，非常多，是吧？非常鲜。走。进了山，小张的话匣子就打开了，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起了各种山野菜来，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。嫁到夫家8年，小张对附近山上的野菜资源已经十分熟悉了。就是藿香，可不也这个藿香啊？但是它这个功效非常多，吃，哎，吃完之后你闻一下气味，人家有这道菜，然后藿香炒鸡蛋，味道非常好。不是藿香，我知道那个味儿很好闻，但是我没有见过藿香的这个。没有见过啊，这个就是藿香。这是蒲公英。现在蒲公英都是正是季节，非常好。年这个现在有人挖，就是给它们根，然后可以。过去做成那个药菜，对，然后但是它这个叶子吃的也非常好，然后清凉，咱在家可以采一点，采一点是吧？回家了就是可以挑菜吃，行，非常好。现在游客可多都喜欢吃这种菜，好，春天就是季节，可以，光吃叶子呀？叶子，不吃根是吗？不吃根，根是做药菜用的，但这个叶子他们再发出来根，它可以泡一下卖药菜嘛？山上可以卖药菜。不，有些东西啊，我这都见过的哈，但是可能在春季和秋季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因为秋季的时候会比较老，而且呢，那时候的蒲公英是可以这样干的。对，但是现在是嫩嫩的小花，然后嫩嫩的叶子，我都有点不认得它。你看这个叶子嫩到啥样？青翠欲滴的是吧？对对，非常好。咱们俩吃。好。然后这就是标准的古棒槌。这个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这个拌面。回家拌那个玉米面一蒸，哎，对，做蒸菜。狗棒槌儿。狗棒槌儿，哎，对，这就是狗棒槌儿。咱回家生的能吃吗？生了不能吃，得做熟，给它蒸一下，蒸熟，然后拌那个玉米面，非常好。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是比较好，味道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花椒盐儿。这个好。今天刚拔出来花椒盐非常嫩，但是这个可以。咱回家了哈，用那个炒卷落馍。我知道，我最爱吃这个。对，你去采别的吧，我要采花椒叶了。花椒叶特别好吃，春天的味道，别的时候吃不着，因为别的时候那个叶就老了，味儿就冲了。现在是嫩嫩的，吃到嘴里应该有那种焦香的感觉。对，扎手啊！这个菜，这个菜叫那个啥，槐莲叶搁俺这儿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，这槐莲叶儿，这个菜不过是非常苦，你需要浸很多遍儿。这个？这个菜它非常苦。现在吃苦。它是苦菜，搁以前没有，就是贫穷的时候，那时候没啥吃，老百姓都缺这个，然后回家用那水呀，开水给它焯一下，然后然后换水，中间换几道水，换过之后它就不苦了。这个、不苦呀，酸酸的。现在有点苦，不能吃。你要浸好多遍的，换5-6次水，然后才可以吃。炒肉啊，这个槐莲叶炒肉。哎呦，这个味儿真好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。这个炒肉，这个可以。可以。现在这个苦味上来了，又苦又涩的那种感觉，哇！对对，
要进水好多遍才能吃，现在是不能吃了。哎呀，这个味道很独特，特别奇怪，形容不出来。哇、哦，我要多吃这个。你现在不能吃，你只能不是，我要多采些这个。啊，香椿吧，这个。对。哇，快，发达了，香椿炒鸡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好像什么春天的什么菜都可以炒鸡蛋，好嫩啊！这个东西其实是弄了最好的，弄了以后它会长得特别多的汁，我们采了以后会对它有所帮助。行，你能可以到时候。这个菜，这个我认识，这个肯定也能吃。那不能吃，那是蒿子，蒿子。啊，蒿子根儿，苦，那不能吃。这个才可以吃，这搁俺这叫卓尔多，外面叫啥我也记不清了，但是学名叫车前子。哎，对，这个是那个卓尔多，搁俺这叫。你们这卓尔多啊，在四川把卓尔多就叫鱼腥草，哎，那叫猪屁股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那叫猪屁股。啊，这个是，卓尔多。哎，这个他吃了，哎，车前子是什么的来着？好像也是凉菜吧。啊。这野薄荷。嗯。各位好像都是从那个吃的那种西点啊，或者是什么菜里还放一些点缀一些。给俺这叫五香菜啊，但是那个薄荷吃着味道又有区别，这个比较亮，清亮一点儿。然后在山那个菜场买那种五香菜，现在人工种植出来那种，它没有这种亮味儿。好像城市里卖的那个当花看的那种薄荷和这样子也不太一样哎。嗯，不太一样。是吧？你看野生的，你看它这发紫。对，我正想说这个，它的茎也是红色的。对。我现在有点期待我们即将吃的那一顿饭了，会是什么样的？就现在已经美得不要不要的了。啊！采完了野菜，我们回到了张雪琴的小店。这个时候，她拿出了自己种植的薄荷给我们泡茶。小姐家里穷嘛，然后割麦了，我妈第六割麦，我给家就给她做饭，然后、回来了我给她泡一壶这。蒸的冰糖，夏天、因为家没冰箱，这就属于中原的凉茶，是不是？对，家没冰箱嘛，然后就这喝着都非常凉。来，来，品尝一下。好。这你讲一下，给地里喝了？啊，在那院里都有，这野薄荷跟咱刚才采那个不一样。好凉。来了呀，馋呀。以前都是凉拌吃的。哦，凉拌吃。对，没有喝汤。这菜喝到嘴里。滚烫，我说咱是咽下去，喉咙到底下跟从咽下去的凉，清爽感觉。摘来的野菜经过凉拌和简单的翻炒，就成了餐桌上的美味。咱们采的哪些东西来？这是咱拆那个花椒花椒叶，这个薄荷，这个薄荷清亮，吃着比较清亮啊。对啊，春季一切这个都在生发，吃点这个可以败火，是吧？对。哇。我最喜欢这个香椿，我在城里也能吃到。对，这个花椒叶呢虽然少点，但是这个薄荷是最新鲜啊，因为它是凉拌的，就吃起来那种感觉，那种清新的气息，我觉得只有到这个地方来吃到才能够体会得到。它现吃比较新鲜一点。张雪琴第二条生财之道就是不同的季节提供不同的菜肴，让游客总有新鲜的感觉。黑板上的菜谱总是定期更换，这季节变化野菜不断更新，咱菜单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打印过，因为过一段时间都要擦一次，然后再重新写。过了这个季节没有这道菜了，
夏天呢，像红薯干下来了，就些那种野菜，嗯，不断的更换着菜单嗯，大家来，嗯，不断季节来吃不同样的菜。菜品丰富，食材新鲜，味道鲜美，成就了这个小小农家乐的口碑。那么，田园农家乐的收入如何呢？收入大概有多少？每年除了工人工资一些费用下来，会落个十几万吧。你是干这个农家乐干了多长时间了？干了八年了。八年了，你今年多大呀？我今年30岁。你22岁就开始创业搞这个？对啊，那时候山上农家乐比较少，有3-4家，然后后来干着比较多一点，现在应该是有190多家。你当时是算最早的一家吗？算是第3家最早了，算第3家。我觉得你真的有想法呀，20来岁的小姑娘会想起来开这么大一个农家乐，真是不错。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能算得上是生意最好的一家了。还行吧。从嫁到夫家的小媳妇儿，到掌管农家乐的大当家，如今张雪琴经营有方，生财有道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春吃一口鲜，但是在新密这个地方呢，我打听了好多人，他们跟我说，我们这儿除了吃鲜之外，还喜欢一种老味道，有100多年的老味道，这个我得去看看。走。春天的旅游业也带火了当地的餐饮和食品加工业。如果你到新密市来旅游，当地人一定会给你推荐一道春天的美食，让你尝一尝新密的大尾牛肉。这家牛肉确实挺不错的，味道很好。今天来特意来尝试了一下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棒。春天来了，来新密游玩的顾客也多了，来我们店消费的顾客也增多了。他们点的最多的是大尾牛肉。经过一个冬天的饲养，这时候的牛肉最是鲜美。在新密各种小店里都能吃到大尾牛肉，不管是凉拌还是热菜，都很受欢迎。新密的大卫镇牛肉加工历史悠久，在清朝道光年间就有记载，发展至今有不少制作牛肉的厂家，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家叫做马永信牛肉。他就是马永信，家里牛肉的品牌就是用他自己的名字注册的。这些年因为马永信年事已高，现在这个企业经营的接力棒在10年前就交到了儿子马建伟的手里。我们那个企业是几代人传下来，经我太爷那时候就开始干，清末那时间大概有离现在有150年左右。马永信的牛肉配方从自己的爷爷开始到自己的儿子，如今已传承了4代人。那么他们加工牛肉的过程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牛肉好吃的头一步都得先选的牛肉的部位啊。怎么好了？怎么选？牛腱，这个是牛腱肉啊。牛腱子肉啊，腱子肉带有筋有肉，切出来，他们煮熟以后切出来以后，他们是一层筋一层肉。这个是牛后腿上那边肉啊，也叫黄瓜肉。这个肉质嫩啊。就咱们在采购肉的时候，就只选这几部分。对，只选这几个部位。哦，这样生产出来的牛肉味道如何呢？切的品尝一下吧。啊，可以吗？那我就真尝一下。烫是吧？烫，一点就行。
因为来之前他们就说这个牛肉很有名，我现在好好尝一下。好吃吧？倒不负嘴来夸了。这个有着150年传承的老汤圆弄出来的，而且热热的，带着个锅边能尝到的，可能只有我。真的味道不错，就是关键是这个牛肉啊，你刚才切下来，它里外的那种松软度和那个水分都有，就吃起来很好。有的牛肉它会很柴，这个就不，有的就很鲜，但是它会咬不动。你这个就是又很好咬，但是水分又很足，香味也很好。咬不动了，有那是水分小。嗯，这个水分太大也不行。也不行。嗯，对，就是必须要整好，是吧？对。吃起来特有感觉，就你完全不是觉得像吃肉类的，就我甚至都有一种水果的那种愉悦，就它的水分是很足的，很舒服吃起来啊，好吃。马建伟说，春天是牛肉热销的季节，现在他们线上线下同时销售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每天的销售额有多少？这大概就1万块钱左右。哦，那还挺好啊。外面的车可以拍到1公里以上，大概收3000多万吧。春天如织的游人也带红了旅游纪念品的销售，在新密室梦祥银饰的柜台里，前来挑选各种饰品的人络绎不绝。银饰品的热销，一方面是因为春天出游的人多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经营得好，产品丰富多彩。您好，打扰一下，您这选的什么呀？戒指啊，很漂亮。你这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日来买吗？还是走到这儿看到的？是，我就是比较喜欢那种。那个，您为什么会到他们这家来买这个首饰呀？我感觉他们这款式多。嗯。李杰石，梦祥银的掌门人，很早就跟随着师傅学习银饰的手工制作，20多年的个体户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银饰制作经验。李杰石从一个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小银匠，到中国第一银饰品牌的掌门人，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。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他的事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。这中国咱讲的诚信，在我们企业淋漓尽致的体现。有那20年前做的东西拿回来免费给他调换，20年前的。这个我们一年要承担1000万的这个加工费，我们自己企业承担了。你看咱这个整个这个生产基地就是为这个品牌做售后服务的。从勃勃生机的旅游业到传承百年的老字号，无论是摆摊的百姓还是农家乐的经营者，新密的春天都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商机，而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充分利用当地的良好资源，抓住机遇，挖掘到了春天的财富。新密呢，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城市，也是华夏文明的这个发源地。我们这里有着伏羲文化、黄帝文化和岐黄文化。去年呢，我们实现了这个旅游综合收入20亿元，接待了各方面的游客达到337万余人。下一步呢，我想我们结合中央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美丽乡村的建设，我们提高这个旅游的综合效益，让更多的人愿意到新密来玩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实现老百姓的腰包会更鼓，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、更多的收益。春天驾临伏羲山。这儿不是风景不错嘛，然后就过来了，还挺好啊。丰富的旅游资源带动当地百姓增收致富。周末或者节假日在这儿人非常多。今天的身材有道带您到河南省新密市去看一看，美丽的春天如何带给百姓春天的财富。没有来到新密之前，我没有想到新密的春天是如此的美丽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在这个美好的时节里，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用他们的勤劳、智慧、坚守创造出了他们事业的春天。我是韩东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下次再见。刚细细的春暖蔓延开来，成都便迎来了春天吃野菜的季节。
这下我也找着他了。从城郊到城内，从黄龙溪古镇到宽窄巷子，春天的美食处处彰显。成都名小吃三大胖。有食客说，春天的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。那么成都到底有哪些让人着迷的味道？明天的成才有道就带您去品味春天的成都。